凳子跟爽哥不肯借钱啊？那我那钱怎么办呀？哎，13万到账！啊，你讨厌讨厌，你给我呀！走，40万到齐。哎，你没跟他俩说借钱是为了盘馆子吧？我傻呀我，这风能漏吗？这一传出去，碰见坏心眼的，敢在咱俩之前给截了胡，到时候别说80万了，100万也拿不下来。算你聪明。哎，不过他俩怎么这么爽快的就把钱借给我们了？凭你老公的信誉啊，还有这么多年打出来的人缘，别说10几万，后边加一零也没问题啊。你就吹吧，你就。不过我跟你说，咱们家出这40万，我心里有点不踏实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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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市民的心思又露出来了吧？有什么可慌的？这明摆着日进斗金的事儿啊！这开饭馆不是你多年的心愿吗？冲着你，跟我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苦，当老爷们儿的拼着命也得办成你的心愿啊！为什么出大头啊？不就是想让你这老板说话底气足点吗？我哪是老板呀？还有老爷子呢。爸又不懂管理，到时候还得靠我和你。老爷子只要把菜品官把好就行了。说的也是，不过我又能跟老爷子学好多厨艺呢。这事儿就先甭想了，庄家的规矩啊，传男不传女。洗把脸去啊！都办齐了，爸，都办齐了。这个80万已经转账过去了，这个是饭店的转让合同，账本啊、收据啊，全在这儿。凤儿啊。你把这些材料都收好，经营方面啊，你懂啊，以后你就多操心。我管不合适吧？让大哥管。哎，别，我得上班，没时间管这饭馆。哼，就是你们到时候啊，把分红的钱给我就行了。啊，别的我一概不问。那要不爸管？凤儿，让你收着你就收着，该怎么管就怎么管，我跟你爸。都信得过你，赶紧的，妈让你收起来就收起来吧。那我就先替二老还有大哥操持着，但是管得不好，你们别怪我啊。也不能够管我，你管不好还有我呢吗？好歹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弄一小饭馆还不手到擒来啊？三儿，你还真得帮忙，是吧？以后这后厨的事儿。全交给你了。什么叫后厨交给我的？您什么意思啊？醉八仙呢？那菜单我看了啊，川鲁淮粤家常菜，是吧？而且都是低档菜，啊，就一大食堂，是吧？这可不行。我这儿理了一个菜单儿，集合了京城各大馆子的看家名菜，是吧？咱要做呀，就得做顶尖儿的，集各家所长，打出自己的名号。三儿啊，你打小啊就在我身边耳濡目染，又上了几天厨师职高，你做菜的水平啊，我心里有数。那个杨师傅的水平啊，只高不低，是吧？以后后厨的事儿，我就全指望你了。话茬不对啊，怎么了？我说您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接下来饭馆呢？合着您跟我玩弯弯绕呢？你想让我当厨子，那心还没死呢？三儿，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妈。
别人不知道，您还不知道啊？我打小他就逼着我当厨子啊，我才七岁，给我一把刀，让我天天练刀工，一年365天，我手上这口子就没好过。我稍一偷懒，拳打脚踢，一顿暴踹。别人提起童年都是幸福的童年，我这童年一提起来，一把辛酸泪。更可气的，我小时候学习成绩不错，我都考上重点高中了，没准清华北大了，还好背着我，愣是把我这档案从重点高中转到职业高中学厨子去了。我一学霸的料，生生让他给耽误了。要不是我急了眼了，要不是我放狠话，要不是我说你要再逼我当厨子，我就把手指头剁了，他还不松口呢。我弃学离家出走做小买卖，赚了这么多年，您又给绕回来了。行啊，您老爷子，您这点阴谋诡计全使儿子身上了。三儿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爸给外国元首做过国宴，是全国劳模，京城名厨。他想把他这一身厨艺的绝活传给你，有什么不好啊？那别人抢着啊，求着，你爸还不教呢？妈，我还真不稀罕，谁爱学谁学去，我就俩字儿，我就不干。不是，你去哪儿去？我去公司上班去。爸，您这坑挖的再深，我也不跳。哎，斌子。哎，凤儿，甭搭理。爸妈，他那个三亲子的劲儿又上来了，您二老别介意啊。嗨，这么多年了，他跟我这儿耍三亲子、犯二愣子还少吗？哥，消气儿，跟老爷子较什么劲啊？再者说了，只要你不愿意，谁能强迫你啊？他可真行。嗯，这么些年还不死心，开一破饭馆就为了给我下套。哥，我寻思你就偷着没事乐。我去，哎，你说这醉八仙这么大一馆子，一夜之间成你的了，你美不美呢？咱远了不说，咱说近的，咱说顺的，不就有一破酒吧吗？你看得给你牛的给，他跟你比怎么比啊？啊，老挤得我。干嘛呀你？照着我样顺着你。得嘞，哥，起驾走。猴仔这，哎，周博士，准备。瞎吵吵什么呀？没长眼啊？这儿呢，照顾你生意来了。哥，啊 ，coffee or tea？ 中国人说什么英语啊？他也听不懂。谁听不懂？插曲儿啊，插曲儿。周博士，听见没有？麻利儿的插圈儿，我是最有意义的，喝死你！不是你说什么呢？那死不死那么不吉利是吧？哎呀，这酒吧小老板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又来劲是吧？你别以为自己盘了个饭馆就上我这儿来嘚瑟。哟，消息传得挺快啊。是啊。知道了，我还得跟你好好算算账呢。你跟我算什么账啊？我又不欠你钱。